《家有儿女》中的早熟萝莉小雪的扮演者杨子，现在摇身变成了20岁大姑娘，前阵晒出泳装照宣告成长，半月之内请父母及亲戚团玩转马尔代夫豪掷6位数，可购买一辆德国跑车。而最近与姐妹淘的首尔购物游也是杨子包吃喝玩乐，如此豪奢，杨子立即引来爆料，国内某论坛就踢爆她在北电学习期间常有男子豪车接送，杨子叫富豪男友。随后富二代男友曝光，华汉威年龄25出头，身高1米83左右，体重70公斤左右，曾赴美国留学，毕业后返回上海经营艺术公司，家中资产过亿，是典型的富二代，与财富新贵汪小菲、神秘富贵王珂、富家子弟王朔并称为京城四大名少。据悉杨子和富豪男友两人已交往8个月时间，甚至双方父母还见过面。见过华汉威的人都说华汉出手大方，为人热情，外出很注重排场，又爱热闹，喜欢红酒，之前还曾与娱乐圈里的红星杨幂、刘诗诗、刘亦菲、唐嫣等传过绯闻。酷六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